劲爆音乐制作。第一次以一个个人嘅身份，即系唔系 CEO 嘅身份，企喺台上边攞奖，系好紧张啊！原来系咁，所以希望大家俾啲掌声听下先。我觉得我未可以攞到呢个音乐制作嘅奖嘅，因为其实我又未试过去监制其他人啦。其实我要监制嘅都系监制自己嘅歌咁样。咁所以喺度我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同埋一个嘅目标。